哇，兄弟们，不知道你们有碰到这种人，就是排位里人菜话还多的那种。今天也是应粉丝要求打了一把 DRMK2， 注意看这三个说话的队友，这里我们选择打 B， 由于前期没有人来，所以我快进了一下，看到最后我保证你们心里特别解气。这里中路掉了，我们去支援，打完听这个大冤种说了什么。他妈在中路一个打三个，你他妈狗在房间里干什么？敌人的炸弹掉落了。这个时候我都没有理他，队友在 AA 掉点了，我选择去支援。这一会儿又得吐槽我一下。对面的开门，只剩你一个了。那我瞎呀，又瞎又坑。也是成功带走了对面，赢下了第一局。接下来来到第四局。前几局他一直在口吐芬芳，我就跳过了。这次也是拿了个四杀，让他闭嘴了。队友爆点中路三个，这边马枪了，不要慌，对面也马了。后撤的时候看到一个，打近战局教你们小技巧，咱直接花铲走他鱼苗，两次花铲对面根本反应不过来。最后一局也是被尴尬的说不出话了，最后也是顺利的赢了游戏。下次遇到这种玩游戏爱口嗨的弟弟，咱先用实力让他闭嘴。我是异乡春云，期待你的关注。